从不开灯的房间、音乐让寂寞的人都失眠。哎，师傅，您这是人工计时器吧？不是，这是人工计价器。计时上你没做过吗？啊，可是你这走的也太快了吧，刚才还一块一块的，现在怎么变十块十块的？这叫阶梯式计价，山路越陡价钱就越高，是不是好陡所以好贵咯？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周围的景和看景的心。你看这个景美不美？好美哦。你听这个歌好不好听？好好听啊。那你说我帅不帅？你特别帅，你能不能给我便宜点啊？哎，别说了，就800，这钱花的不冤啊。哎，这个地方在哪？哎，就前面500米啊。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小朋友别再哭了，还是快到叔叔这边找茬，他发现你的无聊。哦，对了，还是给叔叔献一束花吧，给我一个完美开场。哇，很美呀！我没选择，比紧张的手只能做实力选手，观众不懂。是嘎巴拉碰，输来输去就这一个，嘿，怎么会是这样 ，baby？ 创作歌手的下场 ，baby。能飘着卖出一张 baby、哎呦别走开我。小哥，小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哎，不回头。小哥，牛呢？我今天要回城。啊，今天不出城。我加钱，今天必须回去。哎，不行，加钱也不出，加钱也不出去。为什么？我家牛哥今天请假了，他要回家照顾我老婆和孩子啊，你能理解吧？不能理解。哎，牛哥。我不叫牛哥，他才叫牛哥。你看到大招了吗？没有。怎么办呀？我到处找都找不到他。竹林那儿，你找过没？竹林？嗯。在哪儿啊？谢谢啊。啊，终于到了。把箱子拿下来。哎，我来。哎呦。哎呀，谢谢老板。哇，多少钱？哎呀，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美女客人，今天就不收钱了吧？那太感谢你了。不要钱？什么不要钱？上回我来的时候收了我800块呢。嗯，这次我来，哎，大招干啥呢？你是不是在扮演尾随女主角的俗套情节呀？方大招，哥又丢了。啊，没有没有，我在帮牛车小哥找牛呢，对吧？我这没有牛，你那有吗？我家的牛生的崽，满月了都，早就出去玩了，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招，啊，上个月的钱我们先算一下吧。啊，等会儿再说，等会儿再说。嘿，这牛
谢谢阿贝。800。啊好，嗯，点一下啊。差不多，一般都这样啊。师傅啊，网上特别火的那个生活在你们桐庐的著名的漫画师赵小西，神主赵吗？你说的不全对。哎呦，我就说嘛，你说这种地方怎么搞创作嘛？啊，桐庐的著名的就在你面前，漫画师我不知道，但赵小新确实住那儿。走啊走，走到9月9。谢谢师傅啊。儿了。大招，行程匆忙，我先走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道甜品，英式橘布丁，请你一定要细嚼慢咽，不能浪费。在这里的一个月，让你费心了，我过得很好。不过你放心，回去以后，新的工作，新的生活，我一定能过得更好。希望你的民宿越办越大，生意蒸蒸日上。你要好好保重。我偏偏给你徒增负担，热情偏偏促成不满，成全了占有感，偏偏路程孤单，偏爱的不曾复返。你偏偏让我提心吊胆，悬着颗心左顾右盼，讨厌它的口感，偏偏还要偷看，像一只麻木成熟无视心安，可我偏偏就歌累了，看看来，哎呀，怎么又是你？人生啊，就像一场旅行，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做出来的饭来看出你的心里到底需不需要一只蔷薇美丽小子江先炖菇汤的结局换季换心情，我可以做别的。鞋子别太轻盈，掉进紫烟离开委屈小和尚念经，好好吃肉并不多，不要为了苗条就挨饿，我们走走就好了。治愈的开始就是迈出那一步。成长的旅途总会挨骂，真的累了，你就早点回家躺着好吧，不是让你偷懒。你需要停一下。
在扮演尾随女主角的俗套情节呀。方大招。你说我帅不帅？不配你哦！哎，唯一的，没陪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不回头，前走。这个帽子真的有点夸张，其实从哪里开始啊？开玩笑的，看这次不收钱的啊！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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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谢谢。真是恋爱的酸臭味，酸得扑鼻。